时事辩论会今天的开场是看图说笑话啊，讲一个现在大陆非常流行的一个祖孙三代的对话，表达了大陆人民对台湾统一的渴望。我们看一下啊，这是儿子啊，这个先说一句话，快统一吧，再不统一志玲姐姐都要老了。爸爸说什么呢？是啊，青霞姐姐已经老了。这时候爷爷听了这句话来了一句，哎，丽金姐姐都没了。哎呀，这个怎么办呢？这个统一这个事儿是咱们大陆其实和台湾之间呢都是在做啊，现在已经说的很少了。但是呢，皇帝不急太监急，用一用不太好听的话啊。那么最近呢，就是英国的《金融时报》就采访马英九，那还是要问这个问题，就是您认为您的任内啊，这个包括他可能这2012年之后继续任，是不是两岸统一？是不应该，还是不会发生，还是是您的希望选项之一吗？啊，问了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些这个美国的美台商会长韩伯如呢，日前也发表一个书面声明啊，他和李登辉的观点是一样的，包括像这个两岸的经济这种互动，埃克法是一种陷阱。这个因为他说什么呢？如果在你的第二任期间呢，马英九第二任期间啊，说大陆一定会强力要求进行两岸政治和军事谈判，强力。强行强暴，我老觉得这里边谈的是这种和男女关系有关的啊。今天我们辩论会的嘉宾啊也很有意思，女方呢是我们江会长啊，这个女士嘛一般都是比较这个悠着一点啊，不太着急。这个两位男士好像是比较猴急的这种今天的观点是吧？你们先谈谈。我跟你讲啊，其实你刚才其实这个标题就是大陆急嘛，其实这个标题其实有点不对。我跟你讲，谁最急？现在第一急的就是台湾，台湾真着急。马英九其实比谁都急。第二，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这些人，他们非常非常急。比如说坐在这里，江姐，我相信江妹妹了，你就比我还急。为什么的急呢？因为坦白的说，就是因为大陆呢，这个我们不管他怎么样，现在越来越强大吧，哈。然后呢，这个话事权越来越大。其实本来这种事儿就是，你看今天的投票就很有意思。大部分人都说不急，大陆那投票都说不急。为什么不急呢？因为他不需要着急。但真正着急的呢，是我想是台湾，是蓝绿都很着急。为什么急呢？你不急，下一次不是说轮不，是不是你说不说，可能是不是轮不到你说话的时候了。你去过台湾吗？我当然经常去。你经常去，你去跟台湾老百姓谈话了吗？沟通了吗？我从来去台湾都是跟老百姓谈话，我还没资格见过马英九。那你就是这次有确实了。而且我去了很多次，都是南部，你知道吗？那我想你没有听到真话吧？我们刚刚看了那些美人的照片，美人都垂垂老矣，就担心统一成为明日黄花，所以北京有些人是很急，包括颜红也是非常的急，只不过嘴巴不说而已。可是呢，在台湾的感受觉得稍安勿躁，因为现在台湾内部还没有凝聚成一个共识。那么我觉得现在是两岸的交流走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从经济的交流到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是台湾注入了很多大陆的元素在里头。那么这文化交流不可能永远是风花雪月，总有一天会到政治的议题上，不过在目前阶段还没有形成。所以说我认为继续深化交流，在这深化交流之后累积成果，累积互信，那么在这个交流中呢，台湾老百姓也觉得获得了很多的利益，实质的利益。那么在这个基本的认知上，台湾老百姓由心里发出呼之唤之，希望能够跟大陆由经济的融合到政治的融合，这就是水到渠成。所以颜红，您不必急，您急没用的。因为什么？我补充一点，这马英九现在其实马英九来说，他现在就是怎么这事儿谈都不要谈。谈都不要谈，这就错了。而且这个国家这个国土统一这个事儿吧，有时候就是你有机会的时候不做，
你稍微拖一拖，你不知道拖出什么事儿来。1982年，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时候，阿根廷哗就把马尔维纳斯群岛给占了，然后一个多月，撒切尔夫人马上做出反应，派了40000兵过去，一直把他就打下来。如果他不打呢？到今天，英国恐怕也就没能力去打了，对不对？你这样，你举这样的例，你举这样的例子，对你暗示什么？暗示就是如果明天台湾宣布独立，后天就动武。台湾不谈统一，这第二件事。现在的时间不大，并不会宣布独立。现在先不要武了，先来来来。我想这个问题呢，提出来，实际上刚才这个我们江姐讲的话，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觉得。会引导的一个不正确的地方，就是说经济和政治完全的隔离，对，分开。我觉得这个事情虽然讲的先经后政，但这两个问题是纠集在一起。正因为马英九上台了，有一个政治的互信开始了，就算低级阶段的政治互信吧，一中各表也好啊，一个中国各属表述也好啊，又在这个基础上，你看这很短的时间，一两年15个。以上的这个协议就签起来了，省长、省委书记不断的去了，这是完全经济吗？这不是有政治的含量吗？我是说，政治议题实际上已经在开始了，那但是很多敏感的问题没有展开。我想举一个，这是回避不了的，而且在当前也是回避不了。要定出规划，看出远景，要有这么一个先瞻性。我从两个角度，我先举一个人讲话，刘兆玄在下台以后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两岸本质问题在于不可能永远维持在经济层面，如果认为两岸互动可以长期一致定位在经济层面，可能不切实际，在一定程度一定会浮现政治议题的，双方都能找到最大公约数，关系才能持续发展。刘兆玄的话是这样说的，所以我讲他这个他的暗示，他这个问题就是你要谈必须要有王道的精神，不能够说我只谈经济，我们讲先经后政，不能说只经不政，这是这个问题呢，也不能。今天两岸来讲，两岸来讲是经济到政治没有错，这是一条不归路，大家心里都明白。只不过在现在目前的阶段，这个车子还走不到政治的路上，这里面也包括台湾内部人民的因素。昨天呢，美国在台协会的会长就说，那么他也讲到说，美国很赞成两岸关系的发展，但是论到台湾前途的时候，那么就应该以台湾的民意为依归。现在不管是蓝是绿，他们要做出台湾政治的决定的时候，他必须要尊重台湾的主流民意。那么现在台湾主流民意是不统不独步，马英九的政策也是如此，维持现状。所以说我觉得时间在大陆这边，你继续的去推动交流，产生交流的影响跟效应，从经济到政治，那个时候再来谈政治，为时不晚。我觉得这个时间不在，就是这个，就是我跟你讲，为什么说马英九比胡锦涛急呢？你举个例子哈，你比如上次菲律宾，你别陷害马英九好不好？上次这个菲律宾抓了几个人，台湾人，人家给你遣送到大陆去了，谁急啊？当然是台湾急了。你说你光谈钱不谈政治，那绕不过去的。所以其实是。台湾在急，我举一个观点，我支持他这个。你不要误导，这个、好吧？你也别陷害马英九，好吧？因为现在来看，从民进党和国民党在台湾的这个角力来看，这个国民党呢，他略占一点优势，什么？他有公权力，他和大陆的开放和让民众得了很多红利。这个红利现在民进党认为他也要得到，他而且现在目前。根据大陆的政策，要对南部人民、对弱势群众要给一点红利。他们最近不是陈云去了，大家都见了，除了那两个在位上的油抱琵琶半遮面不出来以外，都见了。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台湾的蔡英文已经摆脱了陈水扁这种贪腐的阴影的下面，他也拿红利的红利，这样的状况下，你在政策如果模糊，在没有个远前瞻性的东西，那你就台湾老百姓可以做决策。您刚才讲的一些事，我做一个左例啊，那个正例来讲一下，就我们的台湾记者站呢，我们的年轻的这个小美女，这个彭美女去那金门采访，就见到了这个金门当地的人非常亲大陆，而我去年去厦门，这个两门呢、啊，厦门的当地人说，金门方向说，你们这个“十二五”规划得把我们金门考虑进来啊，对这个东西还是
对一个地缘关系，对对对对，好，我们那个上半场时间到了，我们考虑一下下半场消息继续来说啊。凤凰网 BBS 投票的结果非常的这个一边倒啊，因为我们大陆的观众比较多嘛，网友比较多，竟然是93%的人说大陆不必着急啊，这个只有6%的人认为是大陆急需啊，这个。Moon C 他说呢，这个马哥说他不急是怕给绿筒子画饼，他是有意出卖台湾利益，从而影响选情。大陆急不急，在他的自己的感受，如果事情急自然就会急，一切都是机缘和变数啊。季雄说不需要，时间在我们这里高速发展的经济将证明正确与否，没落的台湾别无选择，最终将与大陆统一啊。这个河南的这是刚才念过了啊，这个犬儒世家还是不要那么急，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基础是经济，经济关系不牢靠，即使建立了政治关系也不能持久，经济关系稳固了谁上台都不敢造次。拖垮美帝说，据说两岸的黑道已经差不多统一了，也算是探个路嘛。蔡老板说，若能积极参与，从舆论上引导向一个方向努力，那么未来的某一个时期就一定能够得到两岸大多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实现商业化的解决。凤凰金刀连说，统一需要两岸之间真正的消除敌意，实现和解。这个两岸间的和解就是两岸人民不再把对方看作敌人，而是把对方真正的当作自家人来看待。好，这个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主角是到底是不是该出现了啊，我们下半场回来继续讨论。